跟阿普琴市场中央。嘿，哎，哦，哎呀，你们是第一组哎，哇，有配合来哦。想不到吧？哎呦，会不会有压力啊？一点压力都没有。确定？哎呀，你看完后面之后，发现我们今天也没什么好压力。哦，没有。去了，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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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。就他们很厉害啊，卖矿尿不掉嘛。对，他这一个戏码已经算是大家都非常喜欢的。是铁狮玉玲珑。对，铁狮玉玲我们是《功夫》这部电影呢，周星驰里面，因为周星驰的电影里面的好看之外呢，他的配乐都很重要，很经典，很经典。然后说赌圣、赌神，噔噔噔噔噔都有。然后以前那个少林足球，噔噔噔噔噔噔噔，都听过，都听过。所以《虎头帮》这一首这个歌，我们就要拿来用，真的是耳熟能详。当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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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音乐可以带着我们飞翔，观众朋友一起来看看台湾最重要的一个音乐性综合节目，好吧？来。哦，我们是不是要所以我们先让大家来看一下原版的原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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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看一下，来来。这首曲子大家一定不陌生，就是《功夫》原声带中的《我不入地狱》，是香港知名电影配乐师黄英华的作曲。想要颠覆众人的既定印象，他们办得到吗？当年还在那个很多地方大妈舞都拿斧头帮广场广场舞，但今天恐怕要把这个音乐变成主轴哦，对，然后加上我们的这个歌词，歌词还让他们自己来写，所以今天最输的一对，我们要在脸上写上几个字，什么四个字，四个字，东亚脸很大的才有这么多个字，尽忠报国。哦，那个是岳飞，从背上来到脸上，他是在背上啊，他是在背上，要不然哦，两个字啊，两个字，那就写冀中，不是不是，为什么写冀中？不然词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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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，这么凶热啊，不可能词穷的，虎头帮好好加油，丢脸哦，哦，来加油 ，Let's go， 哇，那个味道，味道哦，大哥好烦哦。看到我，你不要紧张。我其实一表人才，外还穿着西装。如果你想挑衅，我劝你千万不尝。可怕的斧头帮，我每天每夜我都不睡，输钱输到我都不累。不让心口飞，你看看我天天保护费，我才是会咬人的狗。斧头帮全部不会睡。斧头帮要的根本不是钱，斧头帮比你爹你还要有钱，斧头帮手上拿着斧头，手指走在街头，随时找人下手，拿走你的所有，包括枕头和棉被。看到我的斧头，你最好闪一边，忘了我的名字，再跟你说一遍。有哎，为什么你知道吗？各位，你们可能对音乐不甚了解，两位老师肯定知道。观众、群众是盲目的，这件事盲目只是盲目，但他听得到，没有耳听到，他可以感觉为什么音乐它是隐性的。
歌词它是显性的，是你看到歌词你就知道嘛，我愿意啊，就是说我愿意嘛，怎么怎么，很明显嘛，简单。但音乐它却是要用心去欣赏，它是旋律，所以你能够把隐性的东西把它掏出来，用显性的东西把它呈现出来，巨型巨像，斧头棒棒，斧头棒棒，哎，斧头棒棒，斧头棒棒，哎。词里面如果再让大家觉得说你们是一个很强硬的团体就很棒了，哎，扶了邦邦，扶了邦邦，扶了邦邦，我硬邦邦，哇，这个强硬，哇，你会是当小巨蛋的歌手丢啊？以上这一段在我小巨蛋演唱会里面绝对不会有，好吧？请大家先不要退票，没有，准备了，观众很担心，千万不用用戒慎恐惧的心情来看。不用，不用，我从头到尾不讲话，通通在唱歌，一定音乐，音乐，音乐很重要。来，没有，来，来，大群老师，你看完之后感觉？我觉得歌词改得不错，哎，改得很好，对对对，而且他用了一些。名词都是很符合时下的一些年轻人唱的，对对对对对对，好，而且押韵韵脚都写得不错，哎，啊，有没有看到？对，而且居然还没有办法唱得进去。对啊，怎么样？你都可以出专辑，我不能，我也可以出两张，挤破了，挤不能，挤不破了。来来，零九零九，心情有没有好一点了？笑笑，看球，看球，怪熊班那看球哎嘛，对不对？喂，没睡饱，没睡饱，没事啊。没有，我觉得很棒，就是他的重新编曲，然后把老舍加进去这样子，然后整个歌词跟这个歌原本的主题全部融合在一起，然后我觉得改编得很好，对，家庭如潮。你们把这个音乐弄活了，活了，活了，而且如果我是星爷的话，我看到这一段，我觉得未来还有斧头帮，那用这个又何妨？哎，真的，哎呦，他现在都很难再超越，很难再超越。有机会星爷来，我们再请他吃个饭，跟他聊这个。对对对，这样的。如果我们有空的话 ，OK 了，一起，好不好？他私底下很闷哦，星仔，对对对，可能只有你接触过他的这里，对，小星星嘛，你跟他也啊，就闷闷的，对，因为一个艺人呢，在台上他是疯狂疯癫，对，台下他要用等比例的沉默，哎，来面对，对，欢喜和悲伤是一比一的，舞台上很怪哦，越欢乐的人，他自己一个人私底下的时候就是越悲伤的，真的吗？所以我们在这样的一个内容里面，我们都找好了，要我唱，买票了吗？没票，拿翘了现在，买不到票太多了嘛。来，我们立刻来举牌，三、二、一，请给分。25分。厉害，这一次真的出团了，出团了，谢谢，一次就中了，看到了很棒的演出。